亦都見到咧，其實好多客人咧，其實因為疫情咧，都仍然係即係繼續嚇喺個市場度，我哋留意緊啦嚇。咁所以為見及此咧，咁其實我哋都特設咗啦一個網上嘅睇樓啦嚇。咁客人都可以利用一個360一個 virtual tour 咧，其實可以飽覽到我哋黃埔嘅示範單位啦、展銷廳啦，亦都希望啦可以一啲即係出唔到門嘅有興趣嘅買家都可以喺網上咧睇到我哋呢個項目，了解我哋項目嘅資料。咁或者我嘅 update 到而家啦，或者就交翻俾 Rita 啦，同我哋講下啦，我哋最新嘅銷售方法。咁啊，不如將時間咧交俾田生咧，同我哋講下我哋咧嚟緊維港匯一咧嘅同埋加推咗啦嘅一個最新嘅 update 啊！有請田生。好，唔該曬，唔該曬，係冇錯，好安全我哋大家都係啊！大家健康最緊要啊嘛！剛才阿黃生同我哋講咗啦，我哋今次咧就除咗係在招標方面最近就做了一個35,700的一A 的單位四房單位之外，我們其實今次我們都安排了33房的單位招標的，全部是一座的都是一些大單位，就是說我們在上次招標的時候或者在兩個的1358呎的單位，這個就是少房商鋪的更加多功能房的，另外有22個咧，就係3房1套儲物房，再加多功能房嘅單位。咁呢啲單位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就個查詢都好多，咁亦都有唔少客人咧，喺我哋第一輪嘅銷售時期之下咧，都係買入嘅，作為自用嘅用途。咁另外咧，今次咧都好特別啦，我哋咧就有2個嘅簽制複式户，咁分別咧就係1座嘅27/28樓 A。同埋1座嘅27/28樓 B， 咁 A 單位咧其實係一個4房4套，實用面積2189呎，咁你啊，係啊，佢加上咧就係923呎嘅平台，加351呎嘅天台，咁呢一個查詢咧係非常之多嘅，今日報紙登曬，甚至唔同嘅友好啦，我哋唔同嘅代理咧。客人直接的查詢啦，咁我哋都係有嘅。咁我哋咧今次咧就係除咗呢一個推出之外，我哋都做一個 B 嘅單位。佢係4房3套，面積稍微細少少啫，係1826呎，亦都加一個245呎嘅平台，再加一個702呎嘅天台。咁呢兩個單位咧，我哋都相信咧係有機會咧係創咗項目嘅尺價同埋總價嘅新高噶啦。咁我哋好期待啦！我哋其實就會係星期一就會接標噶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客户咧，都希望代理咧盡快咧就同佢哋去商量究竟，俾一個好嘅價錢啊！希望得到心頭好，因為只係 one and the only 嘅呢個一 A 嘅單位。咁啊，另外咧，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其實3房單位咧嘅客人咧就都係對我哋嘅項目咧都好支持嘅，因為好難得就係話喺區裏邊有全新嘅3房。係只係2000多萬，咁價錢都好吸引，亦都有咁靚嘅維港景觀。咁今日嘅 update 暫時喺度呢度啦。OK， 多謝大家。多謝曬田生同我哋 update 咗咧有關咧加推嘅事，咁亦都係首次推出咧一個天際嘅特色户啦，作為招標嘅。咁相信咧係會再次成為呢個市場嘅焦點嘅。咁究竟成個市場嘅最近嘅情況係點咧？不如將時間交俾中原陳生同我哋分析一下。好，陳生。唔該。咁啊，首先恭喜啊 Ricky 啦，同埋啊 Vita 啦。咁啊，維港匯其實銷售成績非常好嘅。咁啊，跟住禮拜一又加推啦。咁我哋中原咧，其實都全力以赴嘅。咁啊，見到好開心，頭先講咗2個特色單位。咁啊，借助呢個時間咧，就同各位老友記講一講個市道啦。去到今天咧，一手嘅成交量咧。就剛剛今早咧，就銷監網咧就係900宗嘅。我估計今個月咧加埋 Grand Victoria 一路加推咧，去到月尾咧應該係大概做到1500宗到啦。咁1500宗咧就可以對比上個月，即係話2月份咧都有30% 嘅進步嘅。咁其實3月份咧個好消息係多過好多嘅。喺農曆新年後一直咧由小陽春轉咗做大牛市。降得到大牛市，即是慢慢向上的個市道。咁確實一二手成交量都是增加緊嘅，尤其是
最基礎的二手。其實我們各大屋邨呢頭十五日呢都很多呢都已經破了半月的新高的成交量，譬如第一城啦、太古城啦這一類的大型屋邨，其實相對對一手都有利的。其實我們很多都是去賣了樓的業主過來換樓的，所以我們第一、二次的我們中原的成交呢，其實三房那類呢換樓客呢很高興今次呢是佔幾大部分，而且是香港人，即是本地人買的，他都是手頭跟二手套現了。同埋另外有一批呢投資客的比例二月份和三月份明顯增加了的，那類投資客就是買來收租。見昨日呢美國的財政財長呢就都公布了他們那個救市方案$19,000,000,000的救市方案落實，同埋他透露了2023年之前呢都沒有機會去談加息。咁香港呢其實如果作為業主呢去供樓呢，依家享受緊歷史最低嘅供款按揭利息，而且差唔多可以保證你2至3年2023此前都冇乜機會加息嘅。所以各市民知嘅，其實市民依家呢都係因為好多好消息，疫苗一路路都打，咁見政府嘅消息話都近30萬人打啦。咁係咁㗎啦，慢熱啲慢慢打，咁希望有一個即係令到疫情啊受控，咁呢個好重要。咁其實近期呢你見發展商啦都係網上睇樓啦，咁都係因為方便啲，即係唔出嚟嘅，但係大部分都好勇敢嘅，都有出嚟睇樓，一二手都有睇嘅。我估計呢就Grand Victoria 將會係三月嘅重頭戲，係重點。因為佢個即係盤源都好闊嘅，有700多萬、800萬有得買，2-3千萬或者嗰啲天屋咧，講緊大銀碼嘅換樓客都有得買，而且有海景啦。咁呢排就投資客、收租客同埋換樓客係幾咁即係幾啱個時候嘅。咁我哋希望中原睇跟住你啊，指啲跟住爭取啲10多日啦。再繼續同做多啲Grand Victoria， 咁好似阿 Sandy 係有個優惠，就係都係合乎近期市道嘅優惠。好啊，多謝大家。好，唔該曬陳生同我分析，咁啊見到啦，大環境啦，市場面好消息增多啦，咁啊再加上咧呢一個 Grand Victoria 咧呢個咁優越嘅質素嘅樓盤啦，咁啊加上咧咁啊陳生頭先都分析過啦，無論自用啦、投資咧都係好適合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針對住咧我哋投資嘅客户咧，會提供翻一個自然嘅優惠咧，去送俾我哋客户。不如請 Sandy 同我哋介紹一下。係，好多謝大家，同埋鬼城啦，各位友好。咁其實就Grand Victoria 咧，係一個地段嘅位置啦，其實就好吸引嘅。咁喺過去嗰個兩次我哋銷售嘅時候，我哋嘅中原嘅買家咧，其實有一半半都係投資嘅，亦都係自用嘅都有。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其實係中原好多客户喺過去幫我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需要我哋幫佢做翻出租嘅呢個安排啦。同埋我哋有幾次咧，我哋回饋我哋一啲中城嘅客户咧，佢買咗樓嘅時候咧，我哋會幫佢做繼續嘅出租啊，照顧佢啊，所有嘅物業嘅長情。所以今次買Grand Victoria 嚟緊咧，響本月咧，去到3月31號嘅買家咧，咁佢如果買嚟出租，我哋俾2年嘅租保佢。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原嘅租保響過去一段日子咧，我哋都為一啲投資客提供呢個服務咧，其實係得到好大嘅照顧同埋好大嘅安心，係相當之受歡迎嘅。咁保障咗佢喺出租時候遇到一啲困難嘅情況，即係遇到一啲障礙嘅情況之下咧，有呢個保險喺度咧，令到佢好安心，同埋即係個費用上面有津貼啊，有安全度高啊。咁過去咧呢、這個出租咧，因為點解會咁受歡迎？就響呢個會曬咧，響今個月即係鄰近呢個位置咧，佢都成交咗26宗嘅。咁可見咧個收租個比率係會高啲嘅。咁同時咧，響呢個租務上面一個租金嘅回報係理想嘅，尺價係好嘅。平均嚟講咧，喺我哋南昌站呢邊咧，佢有49蚊尺嘅。咁如果向海景嗰啲咧，基本上都有50至56蚊尺。咁所以吸引到喺我哋過去嘅客户入邊咧，喺各區過嚟嗰啲咧，其實買嚟收租嘅比例都重嘅。咁我哋相信嚟緊嘅單位咧，其實就開始個項目越嚟越喺個市場有咁多嘅消息，
更多嘅投資者留意咧，我哋相信我哋呢個租保嘅計劃對佢哋咧係會帶動到佢，同埋吸引到佢係買嚟投資嘅客咧係會多翻嘅。所以我相信配合我哋各個程序咧，相信係會提升呢個投資客嘅比例嘅。好，多謝 Sandy 同我哋介紹咗，跟住嚟緊咧會同我哋投資客户咧迅速呢個收租保嘅優惠嘅。咁啊，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再請埋我哋啊 Clement 同埋啊 Clem 一張相，一張合照，關於呢一個優惠好嗎？好。好，請六位係啦。Ken 喺度，啊，嗰度 ，OK， 我哋揸，我嚟係嘛？好，咁啊，頭先阿 Sandy 都介紹過啦，我哋會送出咧係十個名額嘅收租保優惠嘅，咁啊係經中原地產購入啦，而家又經中原地產出租嘅話咧，就可以咧係得到呢個收租保優惠。右手邊啦，唔該。咁啊，有十個名額嘅，咁啊，希望我哋嘅投資嘅客户啦，咁啊，除咗可以咧能夠購入呢一個 Grand Victoria 咁優質嘅樓盤之餘咧，亦都係享一個好穩定嘅收租回報嘅。好。志雄哥得唔得 ？OK， 搞掂。好。